还有一个在空中上，还有人飘过来了。因为 smash 他们是如果说啊还好，就一定有人给他垫背了，这把不会被第一个淘汰啊。那上把这也是什么意思？哦，有个小土坡，稍微的一个 timing， 一个 timing， 哎，没喷倒，您就是 timing 侠。哇，这个燃烧弹有点要命了，哎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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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烧了一个，打了一个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歪的屁股了，哇，你跳了。八一跳了，一穿三了，完了，哀吹狂喜。是我没在场上，真的。这波是，这个就是他们两个人往楼梯口那波是绝对是冲动了，扶起来一个，有机会啊，有机会，土耳其有机会的，虽然机会不太大就是了。往这里来蹲了一个，拉屎该秀了，一丝血沾点肉，哦，没。我话还没说完，这要进补了，这要硬补，又给一个没补掉，没补掉，要秀了。伊诺内斯就一发，对、啊，就一发，关键一发。哎呦，一穿三，尽力了，我觉得土耳其最后真的尽力了。嗯，就是这种北部圈型。我们这次换了一个思路啊，我们走了轴承那个。哎呦 ，Michael 又得分了，但是他这里他摁补。这个位置如果说芬兰走的话，确实没什么人补啊，去补吧。Max 已经尽力加强了，扛走了。来了，我启动。是的，西队刚到，是刚到。哎，这不得叫兄弟过来？哎呦，1200左右了都，应该是850那种感觉。对。好，路过互扫一波。有位置了，美国赛区在被狂赶。贴一起了，黄一山南边基本就很难再去做动作了。哇，日本赛区是堵了一波，他这个位置相当于是。是的，他刚好龙就在头上。游云龙，哎呀，就拉上来直接洗了波头。是的，这个枪看到几秒了。是的，暴击啊！你看那个右上角是直接暴击了，两枪头。对，不用。结果被秒了。啊，英国队和澳大利亚队贴得很近啊。98决斗。他走。很少有队伍说就直接来这个仓了。几乎没有。哦呀，洗头。这是要报仇了，因为刚才刚被阴了一个嘛。哦呀，侧面还有枪线。对过，他其实正面就没有对过。侯磊刚才。是利用这个强点角度拉扯的不错啊，整体日本队员他并没有第一时间来到这边战场，被拉扯开了，别看只有三个，这个强线角度很立体，打的日本队只剩最后一个。是日本赛区这波对正面对战中国台湾赛区有点稀烂，其实对的，全线崩盘了。在巴西，哎，这是远处巴西的、嗯、对巴西赛区一直在抽一打一，打赢了还是赢了，这是人员损耗有点惨烈。咱们说个不也还好，而且我们对其实对韩国赛区这边的这个编制比较清楚的，看一下另外一边，哎，我稳一点，皮了皮儿他来了，对吧？他总是每一局要挑一个幸运儿去接一波正面团，他基本上就是这样，找一个队贴过去。是的，打没打过对方是幸运，打过了他是幸运。哎，但是原来有枪线，这大菠萝都有、啊。菠萝，哎呦，你的是花样是真多。嗯，哎，这高打野居然没把人。感觉这个基本功差距好大呀，这个震爆弹真的丢到艾伦哥地图里了。嗯，德国队这个是真的没办法。德国队这次的阵容，嗯，有两个主播，都不是全职业队员，所以说也不要对他有太高。是也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杯赛的时候，有一些这种我们大陆赛区的主播参与吗？除非是一些特别强的主播。嗯，比如林叔说过的，对吧？那阿西这局感觉玩起来哪儿都伸个小手 K 两下打两下，哎呦，哎，两贴脸一定要打过。芬兰队的个人能力还是更胜一筹，没有时间去顾他们。那芬兰队有机会的呀，对面一打一无言铁直接秒头，很帅。
对，现场欢呼呢？现场的欢呼声呢？我怎么觉得现场都麻了，还是把现场声音屏蔽了？原来辛巴是泰国人，怪不得这么黑。是的，离世界比较近啊。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。这时候快乐一点会比较好一点。是的，是的。大太阳给我晒的，从小直接回去。是的。最后就是 Loki 带了个 Enonix 过来抢幼儿园了，什么意思啊？就两个人啊。放学别走是吗？在门口已经等好了。他只能在校门口当个保安了。哎，这个雷丢上来炸成一个大残，这个位置要顶出去打的啊！旁边的队友还是发挥比较牛的啊。这样巴西队四名队员依旧还在，但是底坡摸过来一个芬兰兄弟，想为团队获取更多的分数，一亿摸四。哎费死了！这里还有一个队友，能顶住吗？其他人在来的路上，在支援的路上，小组暂时没有被捕。那这个房子是被对方入侵的。是的，进来了，进来就没办法了。吓死我！哦，侧面打赢，背后，哦，还是搞定了。周平能扶，在围墙里面。是的。给人，有惊无险啊。头顶不上。韩国赛区也应该也会这么想，因为其实就是二三名的一个可能，但虽然有点分差啊。是的，哦，加拿大这边被拉扯烂了，这没位置进啊，这位置单方面被打起来了，被吊打。但是辛巴的枪很准，洗了波头。加拿大也只有三个，打得很稳。这站一排，感觉地形有很大的优势。嗯，对的，就单方面压制了。对啊，打地感觉加拿大击倒的话，他也不好补，除非他压。我人飞出去了。他居然是被空摘接住，不是摔倒的，你敢信？这车翻的我只在四驱兄弟里见过。哈萨克这波比新马豪还帅。面对疾风马唰就去了。是的，美国队现在卡个圈边，这个攻守局势一换，这越南队有点难受啊，要吃雷了。啊，还好没炸到，有点远。这个雷恐怕很难扔的，倒两个了。对，他们现在距离有接近200米，170米，扔不到。这个火加弗拉德的雷，是直接把巴西队连补带炸倒一个。现在巴西队只剩两人了，甚至给了对手这个翻墙的机会，想要直接翻墙。哎，请君入瓮，没想到吧 ？Surprise！ 这客都接好了啊。哎呦，你这个趴下来就是骗自己啊。那满闪满闪没事，闪丢脸上了。再打一顿混战，打倒两个。哇、哦、这什么，周平过来劝架了，收割王德发证吃，全吃，全吃完，全面。是的，打完了，我们还是三人小队。就这个时候子弹已经不那么重要了。嗯，哦，打一个幼儿园的Loki， 还有一个幼儿园，这雷捏得好的话，全部都站住，直接来了三人妖。以越南这个假脚枪还不错，能操作吗？打一个，两个，能不能换掉一个？能补掉吗？没补掉。哎，蓝圈来了，烧死他！啊，扛起来，他走进去了，听到他的声音的。Loki 想要来一颗顺棒。哎呦 ，Enonix， 哇，这个配合是真的很漂亮。这个位置、哦、炸到了，再扔雷，我、哦、真危险、啊。Loki 倒了 ，Loki 倒了，今年倒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蓝圈正在靠近，还能扶，还能扶。人头被 K 了。不，先活着，先活着，先活着。哎呀，差一点，炸在小路上。哎，再找，再找你头 Next， 你头 Next 了，一波头皮，小心。他两头都在打，他很急。你头 Next 补了一个。哎，我们过点被伊诺尼克斯打了一个，伊诺尼克斯现在两头都在打，他在平衡势力，他在做内奸，他是四打一，啊，他被搞掉了，二打二，二打二，秒了，二打一，二打一，打一个二打一，只剩香少的，加油 ，nice， 终于吃鸡了，终于吃鸡了。